我一开始看图片，我以为这就是一个变形的铁架子放在这儿，没想到这个是能动的。我觉得它好很多了。它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它把这个东西以一个很大的体量做出来，这就是它成功的点。对，我觉得之前的铁架子，我从图片上看，我感觉挺帅的，但是没有感觉有那么的有趣，就感觉好像你还没有转这个艺术作品还没有转弯，就它就是只是把它觉得审美比较舒服的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你还没有到达一个艺术性，就是还没有找到艺术性在哪。但是一进来以后，它配合这个滋溜滋溜的声音，以及这个晃晃悠悠的铁架子，就是这种好像有点不安全的感觉，不稳定的感觉，又是他作品的一个特质，然后又是非常特殊性吧，就是你感觉在其他的作品里面很难看找到这么一种感受。这个真的是挺厉害的。我是觉得这个空间也造就了他这种很不稳定很不安全的一种感觉，因为你看这个空间那种破破烂烂的墙面，以及大体量的这种控场式的这种仓库的感觉，也跟他的这种作品的样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呼应吧。气质很像。对，因为他主要也是在做这个跟战争啊，跟这种移民威胁因素，对对对，这种内容相关的。咱们看了他三个个展了，最近在柏林，现在这帮人挺牛逼的，就都是启发力，对，就是一下你无法逃离去看他们的作品，就你走到哪儿都有。就这个人的作品真的也是一个变化很多，作品体量大大小小，你像这个10多米20多米高的这么一个空间吧，这个地方很难用的。对，这个很容易把作品给吞了，这个空间。对，听着每一次都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做这种大型的一件作品的展览，就是专门找艺术家做一件作品，然后再利用大体量的空间。我觉得他的整个的策展是非常有目标和方向的，这个是挺好的。他的这个空间感觉就是他的一个招牌，因为每次最后看展览看到最后的时候，都要把这个空间留到最后，就是 C 位的空间，就是一定要把最好的留到最后来看。对，很多他上面平台就是楼上的那些作品，有的时候反倒看着也没什么意思。因为空间不特殊，力量性也不够。你像这块，他必须要有一个大东西，然后就是一线抗击一下就好了。这个空间是我每次都特别期待。之前托马斯·筛比斯的作品在这儿还挺好看。然后之前还有那个韩国人，你知道吗？叫什么来着？哈德央。对对对，但是他那个作品在这做的就挺丑的。他哪个作品？就是百叶窗的那个，动来动去的百叶窗。但他那个不大呀，很小。大的，他那个当时做了一个特别大的装置在这儿。他是不是特意为了这个展厅做的？有可能，他故意想爆发一出力量，但是那个人他就不是走这个力量型，对，力量型的范儿了。就是像这一看就很有力量。还有托马斯·筛比斯，他们都是能够使得上劲的。那个韩国那个艺术家，我一直也不喜欢他的作品。他在这个墙上写的这个解释里边说，这个人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名的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艺术家之一。来自黎巴嫩的贝鲁特，是一个战乱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估计他应该也是长期生活在一个富足的安全的和平的城市才可以。他现在就是生活在伦敦嘛。他可能家乡是那儿的，就是他是一个也是一个使劲利用自己身份特征来做作品的一个艺术家，就是他来自战乱地区，所以他的创作经历都是跟他的童年有关系。但是他这个地球的这个装置我好像之前总见过，他这个大地球好像是很有名的。对，非常有名，在各种各样的什么艺术杂志上面都能看得到他的一些报道吧。对，感觉这个作品很商业，但是呢又对，他是一个非常社会型的一个艺术家。我看他的作品呢，从面貌上我觉得他是还是蛮考量视觉的舒适度的。然后这个展览布的也比较的相对比较简单吧，因为他没有太多的不展艺术，它更多的就是在调节作品跟作品之间的节奏。他的作品很多都是做一些地图啊，这个地儿的地图，那个地儿的地图。而且他的地图都感觉是拉伸了，就是情况不是很标准，感觉像是一直都在飘的不稳定的一种状态。是他的这个大地球的这个作品，可能也是在说，我看他上面解释的也是在说整个世界的一个关系，就好像是在用这种红线隔离的一个关系吧。他那个红色的地球叫全球热点，名字还挺。对，很宏大吧，他把他提到了一个宏观视角下的一个角度去探讨政治冲突啊，战争啊，就是想用这种红色的这种线条来勾勒出一种冲突感吧。他是这么说的，但是对，他是霓虹灯管，但是近看他那个有点像打点滴的那个管都连在一起，就感觉像是血管一样，然后再互相打点滴，感觉这个整个全球是内部其实都是互相依赖的。感觉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反正这东西怎么说都行了。就是他一个比较偏观念的艺术家，他需要让自己的观念能够自圆其说就好。他对自己的作品的解释，其实我觉得他一直抓着战乱动荡全球性的这个观点一直都不放，所以他的解释可能相对比较的模糊。像那个作品就是前面锅碗瓢勺的那个发电的那个作品，他也是在描绘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矛盾感，就是在说
这种家常用的这种厨具，然后它通了电以后变成了一种危险的物品，感觉对，感觉到那种危险的因素，因为配上一些那种滋滋的声音，让你感觉好像无法靠近，像高压电似的。对，他也在反思，就是家乡啊、家庭或者是家园跟大家所谓的认识到的这种安全感呀、形成一种矛盾，因为对他来说，什么是家？家到底是不是温馨的？对他来说，可能因为这个战乱的原因，他其实没有一个特别安全的一个回家的这么一个感受吧。还有他一进来的这个作品，对，挂在那种绳上的那些毛巾啊、箱子呀、还有生活用的一些非常常见的物品，还有孩子用的一些居家的一些玩具吧，他把他们都给拴到了一起，然后慢慢的在移动。就这种缓慢的这种关系，就让这种家庭物品又反映出一种好像不确定、不安稳的一种状态。因为他也在探讨这种移民啊、逃亡啊的这种概念，所以像他用这种方式来反映特别居无定所的感觉吧。而且他那些绳都拴在那种像马路上的那种栅栏，马路上的那种警察用的专门拦路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呀？路障。就是他那个绳其实是拴在路障上面的。他还有一件作品，我觉得个人感觉挺漂亮的，从视觉上感觉挺。哪个？就是里边那个屋子上面摆着的地图，就是剪纸的那个地图。桌子。三张地图，然后。那个我真是没看懂。我觉得从视觉上来看的话，那个比较舒服，然后也比较的有，好像可以能说出一些跟社会紧密联系的一些点，就像他为什么要选取的这个地图，然后它的位置如何剪切的，他肯定都是要有一定的说辞才会让人更信服。他挑了可能是几个地方吧，几个地方的他们家乡的，还有柏林的，因为他在柏林展览，来讨论就这些城市在战乱之中，然后重建，然后又被摧残，然后被蹂躏，然后再被重建的一种脆弱性。就像是他裁掉的那个一圈一圈的洞一样，就是剪纸的，对，那个拉出来又摁下去，然后就是好像他总是在一个不平稳的一个感受上。我觉得这个展览整体看下来以后，显得有一点点，太内容向了。什么意思？太观念了，是不是？我看着，反正记忆点不多，但是我觉得这个展览让咱们感觉起来其实没有那么强的共鸣，因为咱们的生活，环境以及咱们的经历，尤其是中国人近30年以来或者40年以来的经历来看的话，可能咱们不好去体会，这个真正发生在身边的战乱。虽然说欧洲这边可能现在俄乌战争啊、能源危机导致了很多艺术家来借着这个当下时代来思考很多很战乱的问题，但是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也没有离得那么近，因为对于咱们来说，其实生活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没有共鸣。但是我觉得德国人肯定会有共鸣，圣母心的德国人，他们就喜欢，关爱这个弱势群体。对，他们关注弱者。